今日呢條短片我將會教大家 PPT writing， 如果 part 8短文出漢圖作品 pictorial essay 嘅話，應該點樣做呢？我將會運用一條非常經典嘅公開考試題目，2013年 PPT part 8嘅短文寫作漢圖作品作為講解嘅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幫到你嘅話，或者可能你身邊都有留意到有朋友仔咧係唔識做漢圖作品嘅話，咁可以咧就係 tag 佢或者咧 share 呢條短片出去啊！好，我哋去片啦。咁漢圖作品咧，我哋唔應該單單咧停留喺描寫嘅 descriptive element 嗰度嘅，因為做一個 pictorial essay， 我哋都係想通過一個圖片去帶出一個意義或者一個信息俾讀者嘅。舉個例啦噃，2013年公開考試 Part A 嘅短文寫作嗰度咧，第一幅圖片就係一個黑板啦，有個小女孩攞住一支粉筆，背住個觀眾喺個黑板度準備寫嘢咁樣。著住咩衫、咩髮型、個成個情景設定係點樣？呢啲全部都唔重要。究竟啦，邊一個元素最吸引到你呢？我一望成個圖片入面咧，我隻眼咧就會俾個小女孩個攞住嘅呢支粉吸引到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選擇咗今日嘅主角就係由呢支粉筆去開始。我哋就會落去呢個步驟，就係要俾個 symbol 佢啦。What does it symbolize？ 喺呢段文字入面咧，我就將 learning 學習比喻為 chalk 呢支粉筆。其實一開始大家細細個學習嘅時候咧，都會好踴躍，好想老師問問題嘅時候，衝出黑板度攞起支粉筆去到寫嘢啦。但而家嚟到 DSE 嘅時候咧，對於好多 DSE 學生嚟講，都係一個 arduous task， 即係講緊一個艱辛嘅工作。原來學習隨住我哋年紀咧，我哋會有唔同嘅觀感嘅。咁第二個步驟啦，當我哋已經決定咗嗰個圖片究竟 symbolize 象徵住乜嘢之後咧，我哋下一個部分就係要將呢一張咁冰冰冷冷、咁死咕咕嘅一張相片變成一個活生生、有血有肉嘅一個信息。而啦，要令到一樣死嘅變成生嘅一個好簡單的方法咧，就係掕落嚟自己嗰度。我哋可以用一啲個人體驗咧，去到掕落今日呢個圖片入面嘅。咁我哋可以講下對上嘅聖誕節啦，去咗中國山區嗰度一啲臨時搭建嘅學校嗰度送一啲教學資源嘅體驗。我哋可以咁樣寫。嚟到最後一個步驟啦，當我哋講完 symbol 象徵 relate to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去到最後一個步驟，就係有啲咩反思，有咩 reflection 啦。我成日同我學生講嘅，睇白雪公主、小紅帽、灰姑娘，其實最尾都會有一個教訓，有一個 moral。喺呢段文字入面咧，我就描述到一支白色嘅粉筆同埋黑色黑板之間嘅摩擦，意味住一個小朋友嘅智慧嘅啟發。你通過今次喺西區做義工助學嘅，見到呢一個小朋友智慧啟發嘅呢一刻，你好重拾翻學習嘅熱情。一個就是用一個 reflection 反思去作結文章的方法。原來做 pictorial essay 看條作文都不是那麼難的，所以記住今天教你的這三種寫作思維。其實剛剛我們學的這一 set 的寫作思維呢，是我這麼多個寫作技巧裡面的其中一個。如果你是呢有其他寫作文體還未熟悉的話，或者想在公開考試寫作這份卷更加得心應手的話呢，其實除了我常規課程之外呢，中六的同學特別留意，因為呢我三月份我將會開始我的終極精讀 Ultimate Intensive。 這個終極精讀四堂，每堂會專注處理一份試卷，而每堂也都會有每一份卷的精讀本送給大家。而不少得呢我最後的這一本終極精讀本 Last Page 將會在三月份的時候給大家換領。希望嚟緊呢個課程見到大家，好嗎？ Take care and I'll see you. Bye bye. All that we need is a rude awakening to know we're good enough.